嗨，我是香港人 Vincent。我是 Jasmine。我们现在要去新竹，现在差不多快中午十二点了。那我们今天会去三间餐厅，其中两间呢是下午茶甜点，对，一间是吃甜点的，另外一间是喝咖啡的。吃完甜点之后呢，我们晚上可以再去一间拉面店。就先这样了，我们出发吧。我现在停好车了，再走过去第一间我们要去的随和米豆。啊，有狗狗。Slip on solid ground so I can drown the thought of what I don't wanna think of right now. I gave in to your sense of direction, and you just walked all over me. 我们回到车上了，吃完了，好吃哎。他整间店给我们蛮多惊喜的，就是他一层一层的，从看到他店的外观，然后到走进去就觉得好像还蛮普通的，因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装潢。饮料先上的时候，我们喝了一口就觉得不会很甜，也不会说特别每个味道会很突出。我们是点可可燕麦，可可燕麦，对，可但是它就是有可可的味道，又有奶香的味道，整个都很顺滑，然后很 match。再来是松饼。然后两个松饼一上来就觉得视觉上超澎湃，感觉到老板的用心了。对对，前天的话我们是点鲔鱼口味，素的鲔鱼，再加上那个沙拉酱，沙拉酱是酸酸甜甜的哦，再加一些玉米啊、蔬菜，还有番茄哦，这整个搭配起来再撒黑胡椒粉，还有生菜，酸酸甜甜咸咸辣辣，很爽，很开胃，松饼很扎实的。对对，然后它草莓的那一个，就是它的那个奶油的质地非常的细腻。我们点的那一份，它总共有附六大颗草莓，很大颗哦。对，而且它草莓也很甜，大一颗，对比大拇指大吧，好像是再大一点，大拇指有点小。好，非常推荐这一间，如果来新竹的话，一定要来吃吃看，赞。但要去喝咖啡。这里在施工，台剧。我们要去吃紫田野菜屋，耶，在前面而已，对，快到了。我们很久没来嘞，上次来大概是有四年前了吧？有。
吃超饱的，饱到这里。你可能饱到这里。这间的面呢，面量很多。今天试了一个它的墨酱沾面，酸酸辣辣的。你的辣度不准啊，你的辣度承受力只有半颗星。今天的新竹吃旅到这边 ，OK。晚安。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